各位圣，阿门，多谢主。各位圣诞快乐啊！嗱，圣诞节一个普天同庆嘅日子，就有啲嘅日子全世界都会庆祝，譬如农历新年就中元节庆祝，但系新历新年差唔多全世界都庆祝。但系讲宗教节期，据我所知。只要基督教的圣诞节是全人类都会知道，甚至大部分的地方会有些活动，不单止庆祝，有很多活动的。有三种的反应或者三种的行动，可以将它分为邪恶、不义，第一呢良善，第三是忠诚，就是中间的。邪恶在圣诞节很多人会狂欢大飲大食、放縱情慾，瘋狂的就買很多東西，即跟耶穌降生的意完全是違背。良善在這裡，翻教會啊，傳福音啊，報佳音啊，這個都是良善。忠誠呢，很多人都會有忠誠，多數是什麼？家庭團聚啊，吃聖誕餐啊，去旅行啊，去開開心心，這個都不是錯的，一生都要人有快樂的。但今天我想說，聖誕節的真正的神色是從罪惡當中是被拯救。對我們的弟兄姊妹，在這個黑暗的時代，我們要為主發光，譬如傳福音、報佳音、關心人、幫個窮人，而且对每一个的人，耶稣的降生可以给我们救恩，给我们复兴的。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信息。一段的经文是在书，是讲可以说假的新闻、假的消息，好多是假的。特朗普好多假的新闻是假的。这个经文是讲有人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丢动是非。这个都是今天圣诞节很多假的东西，很多东西不合乎真理，甚至违背真理，但人觉得是好的纪念耶稣，其实不是纪念耶稣。我们一个的预言，这个耶稣出世之后，他可能八日去，即是他会受割礼呢，去圣殿。咁一个叫做西门嘅一个佢嘅先知，佢对呢个孩子讲一个预言。佢话呢个孩子被立，要叫以色列当中好多人跌倒，亦都好多人兴起，而且要做一个歪旁嘅话柄，而且要叫好多人嘅心嘅意念显露出嚟。你自己的心也都会被刀刺的。真是一是跌倒，一是兴起，而且很多人会歪谤，很多人会心里面你是什么人会知道。如果你真正听圣诞节的神色圣经的故事，你一是接受，一是拒绝的。今天看罗马早报的新闻，中国很多地方禁止人庆祝圣诞节，共青团在湖南很多地方，如果你有任何圣诞节的庆祝，包括圣诞老人啊、圣诞装饰的，你会受处分的，甚至叫老百姓。因为呢，他说这个新闻你回去看英文报纸，不知道中文有没有，这些是迷信，这些是西方腐败的思想会传到我们的中国。习近平说我们不要西方的思想传到我们的中国，但是很难禁止的，因为一个商业的时间，是吧？你看到人的真相的，很多人会恨耶稣，不想有人庆祝圣诞节，真的有，所以不觉得不出奇，这是商业的圣诞节，这是圣诞老人，有些地方不给，因为人会想这个圣诞节怎么来，原来跟耶稣有关系，大家都知道跟耶稣有关系。昨晚在报道会，刘牧师读一段的经文是跟圣诞节有关系，是一个利赛亚的预言，是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第一，他说
又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是一个人叫做耶稣的诞生的，这叫做圣诞节。但是跟着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是立着神的儿子同天成为人，这个耶稣的降生是基督的。所以这个是耶稣是人又是神，百分之百是人，百分之百是神。政权会担在他的肩头，他的名是卓士、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是耶稣，他是神。如果你想有些好玩的东西，后面一间教会叫做 JW.org， 什么教会的扫盲台，你会看到香港很多地方耶和见证人。你可以一瞬间得闲够不够胆跟我们讲，你知不知道圣经话耶稣不单止是神，他是天父，百分之百是神。他们当然会不接受，因为他们耶和见证会不相信耶稣是神。穆罕默德可兰经、古兰经话有一个神迹叫做阿拉，他没有个仔，但是基督徒相信神三位一体，父子圣灵，所以耶稣神的意志赐给我们的。感谢赞美主。我想讲少少关于圣诞节的不敬虔的来历。你知道圣诞节本身不是基督教的节日，它是耶稣出生之前很久，成几百年、一千年已经是存在，本身是一个叫异教的生育的崇拜。那呢是因为它是这个的冬至的活动的，是刚刚冬至的时候，太阳刚刚开始变强的时候，它会等到呢12月21日结束，那又庆祝这个太阳重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的怪节，是非常重要的时间。今天我们要找一食去雪柜一游，没有去街吃东西，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当时没有，他们要靠怪节，自然他们是农夫的，所以这个怪节对他们非常之重要的。而且一到这个12月21号冬至呢，就是这个寒冷冬天开始，他们大家想一个开心的日子是狂欢，当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大家都要开心，是吧？但后来呢越来越不好的，那在欧洲开始是一个叫做犹尔节日，这是叫做 Yule， 有没有听过 Yule？ Tidings of Yule。 犹尔节日呢，他们一棵树的，这棵树他们会做一个很大的叫做篝火，就是 bonfire， 是为了取暖的，砍伐一棵树，甚至会看见有人今天都会做一些蛋糕，好像一棵树的树根的，就是那棵树是他们的可以崇拜的中心的。他开始呢是欧洲，在欧洲的南部呢是那个叫做龙神节，或者第一个名叫做土星神节的。那些的罗马人是庆祝这个的土星神节的，那呢他都把一个的神叫做 Mithrae， 就是 Mithra。 那你看这些的图画我是想望的，而今天不是今天，天日呢很多人在欧洲会去到树林的地方剥晒衫，欢丰丰富富，好多古古怪怪的东西，就会是狂欢的，可以这样说。试过有些人，好多人说 Keep Saturn in Saturnalia， 就说呢要维持土星神在这个节期的入面的，我们不想是失在的，好像有人 Keep Christ in Christmas， 因为他们会拜这个土星神的，这个是对于大自然一个的庆祝或者一个崇拜，也都是一种叫做生殖崇拜的一个的一部分的。不单止是这个农作物或者动物，都是人的生殖的。那呢你会看见下面的英文，它写着呢经常呢人会换角色，奴隶和主人会换角色的，跟着呢主人会服侍他的奴隶。
是一个嘅嘉年华嘅节日，后尾成为一个放纵嘅节日嘅。通常咧就系唔系一日，系会十别日嘅时候。所以呢个十别日嘅时候，正常嘅规则都会被取消晒，大家会好疯狂嘅。咁咧一直到一月六日嘅，嗱，甚至今日咧系欧洲嘅人都会屋企好多装饰，一直到一月六日会坐咗落嚟，因为系呢个就系呢个嘅节期系结束嘅时候。所以有一首歌咧就系圣诞节十别天，我嘅真爱送给了我。咁咧，我哋系从呢首歌可以有啲线索，知道乜嘢事发生过啦。正常嘅限制系会被删除嘅。嗰啲嘅社会嘅关系正常嘅规则系被取消，冇再有上下级嘅人啦。好多时咧就人会换角色，经常有主人会俾仆人嚟食饭，甚至今日系英国嘅军队到圣诞节嘅时候，嗰啲嘅军官会煮饭系俾嗰啲嘅士兵嚟食嘅。即系话所有社会嘅秩序都会逆转嘅，而且仲得人惊，所有嘅成嘅关系嗰啲嘅限制会被删除嘅。今日咧可以系嗰啲 office party 办公室嘅都会见到呢一点嘅。咁最近咧，因为咧你知道听新闻差唔多每日有好多嘅苦累，佢都会话系我工作场所，无论系电影业啊，或者政治国会里边啊，或者公司里边，我会被性需要被性虐待嘅。而家我咁睇嘅新闻系美国，而家美国非常之多嘅公司禁止有嗰啲 office party， 因为唔单止跟住有啲妇女咧会投诉被性骚扰，而且可能会饮醉酒做好多嘅事故，所以已经好多系被取消晒嘅。嗱喺西方，佢有啲绿色嘅人咧叫做好基生，同埋一啲嘅系叫做冬青嘅。嗱一个习俗咧，要喺度要问你嘅你嘅女朋友啊，或者你嘅太太啊，或者你嘅情妇啊，总之要问啊，咁样讲嘅系一个嘅习俗，一啲咁样就会带好运嘅时候啊。呢、这个系边度嚟？因为以前佢有啲长青嘅嘢，就系因为长青系代表长寿，摆喺佢哋嘅屋企入边嘅吓，所以呢啲嘅长青嘅嘢都会喺度嘅。而且好多人会将嗰啲嘅圣诞嘅花环摆喺佢哋嘅门口啊，呢个可以追翻到古代嘅。而且当时喺狂欢当中，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嘅喜好去打扮，可以扭转性别，甚至今日好多嘅哑剧当中咧，话剧当中男仔会扮演女仔嘅角色，而且女仔会扮演男仔嘅角色，而且系一个嘅。暴饮暴食的时候，无论你吃几多少都没问题。啊，今日的圣诞节都是，大家都会后悔一样吃得太多东西，所以你要小心，圣诞餐好吃的，但是不要吃太多东西，不要 gluttony， 不要暴食的。而且你当时饮几多少都可以，很多派对都是饮醉酒，今日新闻都提醒那些人在这个圣诞节不要酒后驾驶，是吧？咁而且可以赌博，你赌博冇限制，跟住赌博之后好多人会输欠好多钱。今日啲人圣诞期间会买好多嘢，好多唔等晒嘅嘢，唔需要嘅嘢。你睇商场坐满人，企满人买嘢，跟住新年咧要还债。而且一件事系一个嘅特别嘅人被讲出嚟，你英文做 Lord of Misrule。不好的主，佢十别天可以咧，有任何想要嘅女人，你中意边个女人都可以。所以呢首歌 On the twelfth day of Christmas, my true love sent to me， 听过没有？好啦，嗱，呢个真爱嘅人系咪呢个人嘅太太或者老公？唔系，系佢嘅情妇，系唔好嘅嘢。譬如咧，听日系圣诞节。如果一个不是我太太的女仔，每一日从听日开始到一月六号送一个礼物给我，我太太会怎么想啊？我太太很开心啊？
Dennis 点解咁多礼物嚟？哦，我嘅真爱送俾我系啊！呢、这个真爱唔系佢嘅太太，系佢嘅情妇，系咪？呢、这个系一个嘅放逐嘅节日嘅。嗱，亦都有好方面，从古代嘅系嗰啲有钱嘅人会帮助嗰啲穷人，俾穷人孤儿咧残疾嘅人都会好被关注嘅，而且系一个叫做系。我哋今日英文叫做 Boxing Day， 就是节礼日嘅。嗱，咩意思？本来喺教堂咧叫一个嘅，好似奉献箱一个箱，咁又会将啲钱啊同埋好嘅礼物咧摆喺入边啊。第二日咧就系叫做呢个嘅 Boxing Day 节礼日，佢哋会倒出嚟全部送俾嗰啲嘅穷人。但系今日唔系啊，只不过系你自己开礼物嘅日子嘅。嗱，呢个系以前嘅古代嘅。这个的龙神节，但是中世纪又不是很受欢迎的，只是那些贵族的人，因为要花很多钱，一直到十九世纪，又开始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圣诞节。那两个人贡献到非常之，第一个是英国人叫做查理斯·狄更森，一个是美国人叫做华盛顿，是欧盟的，两个写了很多书，啲書咧對於聖誕節令到佢好受歡迎，尤其是咧狄更斯寫一本書《聖誕頌歌》，你聽過未啊？即係一個好孤寒嘅人嚇，跟住咧佢見一個聖誕嘅天使俾佢睇，佢死咗之後，好多人對佢唔好感啊。後屘佢翻嚟，佢去做個好人嘅，好受歡迎嘅。嗱，講聖誕老人係邊度嚟？自荷蘭嘅，以前咧。有一个嘅好好嘅人啊，系好耐以前叫做圣尼古拉斯嘅吓，咁咧佢一个嘅主教，一个良善嘅关心穷人嘅人。当时有三个女仔咧好穷，佢冇个嫁妆嘅钱，冇办法结婚，所以咧佢偷偷地咧去屋企，佢唔系爬烟通入咗去，佢唔系用个物，佢系个窗口掉咗一啲嘅钱，用一块布包住一啲嘅金钱，跟住嗰啲嘅女仔系有钱可以结婚嘅，就系咁样嘅故事。嗱，喺荷兰嘅人俾呢个故事好埋住，后来咧佢当呢个嘅圣尼古拉斯为佢哋嘅守护嘅神啊。中到拜佢咁樣嘅，嗱喺荷蘭有咧叫做 Sinterklaas， 即係咁樣嚟咧 Santa Claus， 但係荷蘭語唔係 Santa Claus， 係叫做聖尼古拉斯，因為 Sinter 就係聖 Saint 啊。好啦，嗱跟住去到美國嘅，因為美國咩關係？因為美國係一個嘅荷蘭嘅殖民地。咁咧，我哋知道荷蘭人都係信呢啲嘅基督教啊，同埋佢哋都接受好多嘅各方面嘅影響。咁佢就係認識呢個聖誕老人，咁佢就係領導係慶祝呢個嘅時間，係紐約係美國係發生嘅。嗱，呢個係其實聖誕老人啊 ，Santa Claus 係美國人發明，喺十九世紀咁嗰個。紅色鼻的叫做魯道夫的鹿呢 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 怎樣來他在上個世紀1939年一個人寫一本書這本書是 titled 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 即是很近期的這些全部不是基督教在起初基督教四世紀當中基督徒完全忽略這個異教的節日即佢冇慶祝嘅，十二月二十五號冇慶祝嘅。咁第一個嘅教皇咧，佢就係打發一個人去英國傳道喺第四世紀。嗱，佢叫做亨特伯利嘅奧古斯丁。後屘佢去做 Canterbury， 佢傳福音好成功。咁而叫做 Cathedral of Canterbury， 去到英國大家都知道好大嘅叫做亨特伯利嘅大座堂嘅。嗱，佢唔係呢個。寫懺悔錄的阿古斯丁，這個是另一個的阿古斯丁去英國，他將基督教帶到英國，因此這樣打到美國可以這樣說，因為英國美國很有關係。接著他都傳到兩年，接著他給個報告教皇，
佢話我已經取得好大嘅進步，而且有好多信徒，我開咗好多教堂，甚至呢國王呢佢都施洗做基督徒，甚至復活係國王施洗做基督徒。但係佢話一個問題，我冇辦法可以讓個英國人擺脱一年一度嘅呢個生育嘅狂歡節，狂歡節嘅嚇。跟住咧狂歡節點住咧？今日佢問過教王點算好啊？教王怎样答他？如果你不可以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所以呢，实在他意思话呢，要用那个龙神节受洗归基督，带他到教会嘅。因此呢，12月25日成为呢正式的圣诞节，因为一个基督教的节日，后面佢哋一个嘅弥撒，一个天主教嘅弥撒，所以英文叫做Christmas, Christ and Mass, 就基督跟弥撒。呢啲天主教一个叫做融合主义，佢系菲律宾啊、非洲、拉丁美洲，天主教信仰咧会将嗰啲其他嘅宗教、万物有灵啊、其他嘅民间嘅宗教捞埋一嚿嘅。所以呢个系将基督同埋外邦人嘅宗教捞埋一齐。跟住第四世纪一个嘅教皇咧，佢叫做那个朱利叶斯。咁佢使到聖誕節成為全世界天主教嘅正式嘅假日嘅。呢啲係天主教，唔係基督教。後尾基督教改革運動開始咧，馬丁路德佢本來好反對天主教嘅嘢，但係冇辦法，聖誕節太受歡迎，所以佢容許路德會嘅人繼續慶祝。但係伊利亞嘅加爾文佢反對到極嘅。嗱，加爾文主義同長老主義有關係，所以到而家好多長老教會絕對唔慶祝聖誕節，甚至好多教會反對慶祝聖誕節。如果你拜聖誕樹啊，呢啲嘢好大鑊嘅，好大嘅問題。佢呢啲同基督教冇關係嘅。咁請問耶穌係咪12月25日出世？聖經絕對冇記載。使徒嘅時代咧，初期教會都冇人慶祝聖誕節嘅。咁但係近佢100年嘅好多學者要研究關於聖誕節係咩嘅日期發生嘅。咁一個嘅我哋好尊重嘅學者叫做 David Parson 大衛包森牧師嚇。咁佢做好多研究，係佢非常之肯定嘅耶穌喺住棚節出世。根據聖經，呢個係同撒加利亞咧佢登班次佢去獻祭嘅，同埋伊麗莎白佢懷孕，佢計算從聖經計算出嚟，耶穌喺住棚節就9月底10月初係降生嘅嚇。所以你有機會你可以上網睇David Parson 關於聖誕節嘅教導嘅。好啦，嗱，剩翻時間唔多，我係要講福音，未必時間可以講得曬。但係聖誕節嘅福音，嗱頭先聽到假嘅嘢、假嘅新聞，而家聽真嘅嘢 （true news）。福音係包括乜嘢呢？所有人必須聽見呢個信息，呢個就宣告。但係呢，耶穌係教主，你可以透過悔改蒙受教恩。第三，耶穌嘅降生要聖靈充滿，息息相關。基本你睇路加福音初兩章啊，這個馬太福音，每一個故事同聖靈有關係。第四，大家知道讚美敬拜係聖誕嘅核心，所以全世界有好多聖誕歌。所以咧有啲熟悉嘅聖誕嘢我好唔中意，但係你經常會聽到好多教會嘅聖誕歌，係咪？好多人會聽，哇！嗰啲聖誕歌充滿好多嘅真理，而且真係會幫我哋崇拜神嘅。好啦，所有人一定要聽見你嗰個神息。頭先十六哥係佢哋嘅表現嘅時候都讀呢段嘅經文。不要惧怕，我报给俾你哋大喜嘅信息系关乎万民，每一个嘅人，每一个嘅民族，或者一个嘅译本咧，呢个嘅消息要带俾万民极大嘅喜乐嘅。咁牧羊人得到嘅启示，个天使对佢哋话：唔好怕，我俾你哋大喜嘅信息关乎万民，因为今日喺大卫嘅城里边为你生了教主。耶稣基督，你会睇个鹰系包住布，我系马槽，这个记号，你见到这个人
是教主，不是遵守宗教规则，不是呢遵守十戒，不是做一个虔诚的教徒，不是呢拜佛，不是烧香的，不是呢行善的，不是改变生活，是找一个教主的，你找他是几好。今天耶稣不是小老哥，他是我们的全地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要找到他就可以知道救恩。一个头先讲西门，他被耶稣祝福，咁咧佢亦都讲一句说话，系话俾玛利亚同埋嗰啲人听呢、这个嘅好消息，传俾所有嘅民族，包括中国人。我哋一齐读呢段嘅路加福音二章三十一节，一齐读好冇？因为我的父亲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就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这个是为万民所预备的，所以基督的信仰不是洋教，不是外国人，不是西方的人。基督的信仰是为了万民，为了外邦人。美国人都是外邦人，英国都是外邦人，中国都是外邦人，土耳其都是外邦人，就非以色列人的都是外邦人。所以呢，这个为了所有的人，圣经又很重视福音是为了全人类的。跟着呢，这个的空前的大神迹可以证实耶稣是神。因为圣经说呢，耶稣，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一章第十八，一起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好了，这个是应验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在读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这个是一个大的神迹，一个的童贞女在历史上有没有试过怀孕？是没有男女关系，有没有试过？有，就是她六七次。在动物界生物都会发生比较多，但是人发生过几次都不知道为什么、就证实。但是每一次是女的，不是男的，因为呢他没有男的染色体，是吗？你的轮子呢，他不知道什么奇迹，他是会是开始会受孕，跟着呢是会有一个 baby， 也发生过了。但是每一次是女仔，但是没来生是男仔。神怎样做我们当然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说的。神可以将一个从天上的轮子放在耶稣的里面的、跟着呢是摩利一个叫做 surrogate mother， 做人的妈妈。这个好的人就是上帝放在里面，但是跟着耶稣的母亲不是玛利亚，没有意思，她都不是人。另外呢，她可以呢是她的轮子，由你知道男染色体 X， 女色体是 Y， 佢将呢个嘅一个嘅 Y 变成一个 X， 哦，咁好奇怪呢吓，咁佢可以怀孕嘅吓，咁跟住呢，上帝唔系耶稣嘅爸爸，只系佢个妈妈，但系佢唔系神嘅儿子。啊，另一个嘅可能，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佢被圣灵充满，一个奇迹，神将一个精子放在玛利亚的里面，这个精子和轮子结合，跟着有耶稣。我科学未必会证实，圣经没这样讲的，我自己乱想的，是不是？但是一个可能的，总之一个神迹的。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他爸爸不是肉身，是父神。耶稣是叫做耶和华创造天地的神，是真神。他同佛陀即名叫做释迦牟尼啊，穆罕默德嘅观音所有嘅菩萨完全唔同，佢先至可以救我哋，俾我哋有盼望永生嘅确据嘅。咁你唔可以对要耶稣中立嘅。圣经嘅时候，冇一个人可以对耶稣同埋教会保持一个嘅中立嘅立场。今日系一样，唔系外主。同埋佢嘅身體就教會就敵對他，穆斯林國家甚至而家中國大陸好多地方
会逼迫教会的，全世界都会，美国都有一个逼迫教会的，你逼迫教会逼迫耶稣，因为教会耶稣的身体的，耶稣说人不可以恨你们、就是耶稣的大兄，如果恨我、就是因为我指证他们所犯的罪，世人是会恨基督徒的，你不可以中立的。讲一点点，那些博士可以说占星家，因为他们研究天文学的，他见过粒星的时候呢、知不知道呢，中国的古书和很多其他的古书都有记载一粒星的时候出现，呢所以他知道呢他东方来的，是不是中国未知，可能是中国，可能是印度，可能是波斯，总之是东方来的。基督教不是这个的以色列的犹太的宗教，是全人类一个的信仰，所以他看见那粒星，他就去敬拜主。刚才看的话剧都很精彩，所以我们要肯定的这样说，耶稣是唯一一个的教主。我一起读使徒行传四章第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世界上大部分除了中国几个无神论的国家之外，很积极的不单是信宗教，参加宗教活动，印度譬如参加全印度，我想你很难找到一个无神论的人，不容易。印度教、佛教、基督教都有，伊斯兰教是中东，佛教现在有成百亿又多，如果包括外国可能十亿的信徒，也都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都一种的信仰，也都是罗马天主教，但呢不可以是宗教得到拯救。我们一起读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四到第六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只有一个神，不是很多神，是一个的神，但是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个中间的中保，是耶稣。他是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所有的人只有耶稣，而且耶稣是真光。那么问题你认识他，一瞬间我们会祈祷，有人可能都不是很清楚耶稣是教主，或者未经历耶稣是教主，你可以认识他。因为呢现在圣诞节很多灯饰的，是不是这个可能反映是耶稣是光的生命，那个里面这个生命是人的光，这个光照黑暗里面，好像尖沙咀这些的很热闹的地方很多灯饰的，但是这个的灯饰会照黑暗的地方，但是圣经说黑暗不接受光。耶稣都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每个人里面会得着生命的光。好了，而且耶稣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接着我，没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真理不是很多资料，真理是一个教主耶稣基督的。第二点呢，就是耶稣的是教主，你可以透过悔改蒙受救恩。你看天使加百列报喜讯给玛利亚，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被他起名叫做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好消息，不单止对我们未信主的人，对我们所有的信主的弟兄姊妹，耶稣不单止赦免你的罪，即使是赦免我们一件好事，但是他将你从罪恶救出来，就你可以圣洁，不用再犯罪，不用再亏欠神亏欠人。圣经说守洁心清可以到神的面前，很多人知道耶稣是教他们脱离罪，赦免他们的罪，但很多人没经历过从罪当中被救出来，所以这段的时间大家都要悔改我们的罪，蒙受救恩，离开罪恶的。
而且佢嘅名系点样？一齐读呢个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圣经俾我哋嘅翻译，神与我哋同在，因为你信耶稣，圣灵入到你嘅里边，耶稣与你同在。嗱，玛利亚都是一个嘅教主。圣经话人人都犯过罪，世人都犯过罪，亏缺神嘅荣耀。所以玛利亚当佢听好神息，佢有歌颂神，佢嘅歌颂：我心尊主为大，我念以神我的教主为乐。所以唔好向玛利亚祷告，佢一个罪人。当然而家佢喺天上，佢唔会听你嘅祷告。死人唔会听活人嘅祷告。我哋尊重玛利亚，但系我哋唔会拜佢。玛利亚都一个嘅罪人。而且不是好像天主教呢，玛利亚是无罪出世，其实他有罪，人都有罪。而且天主教都不相信玛利亚呢会跟约瑟有性关系，一直到他死，天主教都说他一个处女，其实不是，他生了耶稣之后七个仔女的嘛，有没有搞错？当然跟约瑟有关系，是不是？他生了很多仔女的，结婚生仔女不是做错事，天主教不是这样想法。玛利亚都一个罪人。那一个好的经文在这个的加拉太书是第四章第四节，可以呢应用圣诞节的事情，都可以从神学来讲的。他说甚至时间满足，你知道那时候在历史最好，罗马同国是统，对不起，罗马帝国统治当时的全世界，从中东到英国欧洲，哇，是一个太平的时候，天下太平，没有战争的，交通很方便，生意很好的，经济很好的。而且大家讲一个共同的言语，大家识，全部是识讲希腊文或者拉丁文，所以呢是很方便。耶稣来是那个时间，而且按照圣经的预言是那个时间，神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要把我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既然是儿子，神差他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心，是呼叫阿爸父。你知不知道犹太人绝对永远不会叫神阿爸父，甚至犹太人称呼神的名字不敢讲，可能是亚威亚威，没人知道，因为犹太人不敢讲，写出来都不敢写的，他永远都不会称他阿爸父，他不觉得神那么亲密。但我们基督徒是知道他是我们的阿爸父，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那是神耶稣之前，我们学校里面神耶稣是光明，我们一起读这个的以弗所书五章第八到第九节的，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愿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好了，所以圣诞节呢，不是大家互相送礼，当然不是一件错事，只是一个好的动机，你祝福人，想鼓励人没问题，祝福十六个，尤其是将礼物给你需要的穷人的。但是主要神不要你的礼物，他譬如我想祝福李嘉诚，送个什么礼物给他，他乜都有，是不是？给什么给他？但哇，李嘉诚，我是做你的奴隶，行不行？免费服侍，可能行的，不知道。但是耶稣不要你什么的，他要你的生命。这些的博士将很珍贵的东西，黄金、乳香、没药，你知不知道那些东西怎么用法？后来他们逃去埃及的时候，因为希律想杀了他们，这个故事一部分，他们没有钱了，哇，他们可以买了一些黄金、乳香、木药，在埃及好的生活最好的酒店、最好的地方吃最好的东西，因为他们这么多礼物当然会用的嘛，是不是？但是神不要这些东西，他要你的生命的。感谢主。第三点很快呢，是这个是讲圣诞节跟圣灵有关，已经读过这些经文。加百列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的能力要任备你。那你看，我是在注意玛利亚是从圣灵为人，这个神迹有于神的话，天使的报神，还有圣灵的充满。
神的话和神的灵，我们教会很重视神的灵和神的话，是不是要平衡？譬如有些灵恩派教会只是讲圣灵啊、恩赐啊、膏抹啊、祷告啊、倒地下说方言啊、说预言啊，很多启示，但是他们没有神的话平衡的，所以都是会找到敌军或者很多问题。有些只是讲神圣经啊，那些譬如是福音派教会讲圣经，但是圣经教导好，但是没有圣灵运行，没人得到医治，没有神迹奇事，没有圣灵充满，没有说预言的，不好啊！我们需要神的话和神的灵可以经历神迹奇事啊。所以有些的很快，一些的耶稣降新的一些的叫做灵恩的彰显，很快会看一看，我不需要读完呢。好像约瑟是梦当中主对他显现啊，他说呢，大卫的子孙约瑟啊，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他所谓的恩是从圣灵来的。因为圣经都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将他的灵是浇灌他的儿女的身上，全儿女的身上，儿女会说预言，少年会见异象，老年会作异梦的。你都可以经历领受神的启示，好像撒加利亚，他都见到个加百列，他很忙碌，去了很多地方，当时加百列，他是给一些的启示给他，一些好的神迹。跟着圣经说，这个的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说预言的，你都可以这样的经历的，跟东方来那些所谓的博士，那些精神家，也得到启示的，因为呢，他们是梦当中得到指示，太星体的话剧都知道，你不要回来见到希律王，因为他想杀罪耶稣，要逃离这个地方。跟着呢，以利沙伯都被圣灵充满了说预言，好，我们就是读以利沙伯的说话，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一节，以利沙伯一听见，高声喊着说，你在妇里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所有福的。所以有些信徒是天主教，他们很重视这句说话，他有福的，没错，但是呢，他不可以听祷告的。当时以利沙伯是说预言，撒加利亚也都被圣灵充满，都是说预言的，他预言是这样的，就说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重的，即很多预言有赞美，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的，在他的仆人大卫的家当中为我们兴起拯救的国。即其实大家可以说预言的，预言不一定说将来的事，神的话在你的里面是会被释放，是鼓励、安慰、劝勉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你都能够说预言的。感谢主，刚才提到西面，西面都是一个的人，圣经说又是公义有虔诚，他时时都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耶稣来到，也都有圣灵在他的身上得到启示，知道未死之前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感谢主。第四呢，赞美敬拜是圣诞的核心的，刚才听到小朋友呢，他就是重复这句天使的歌词，最最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最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一方面是荣耀神，一方面呢，人要得到平安，人与人之间要和好的。赞美主，牧羊的人，所以没什么学问，都不懂唱圣诞歌或者什么的犹太人的歌。牧羊的人，他就因为所看见一切的事，好像天使说的一样，就将荣耀归给神，赞美他。撒加利亚刚才说过了，很多的赞美的说话，在第一章第六十四节路加福音，撒加利亚的口立刻开了，舌头又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雷先知的口，他也都是称颂神，一个女先知叫做阿拉，我们一起读这个
女先知的说话，你已经年纪很大，84岁啊，或者甚至呢，佢已经系寡妇，系84年。如果系咁样嘅话，佢100多岁系咪都唔知几多岁？总之一个老人家，但系佢会尊重神。我哋一齐读呢段嘅经文。又有女先知名叫阿拿，就是亚撒支派女力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作同年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说了。你要相信他，要相信他，听他的说话，遵守他的话语，就有光。我们一起起身，我们读最后这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2章第46到47节，耶稣说的说话，一起读。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但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本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耶稣来不是要审判人，他要拯救人，他要拯救你，拯救我。他真的是教主的，是一个教主的。多谢主，我是16岁一个同学向我传福音，我很患紧的。我是一个教徒，但是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回教会16年，但一个同学叫我传福音，我一个好像福音教会圣灵充满教会，好像刚才有神迹的见证，我看过神迹，我是因此圣灵工作，我是悔改信在耶稣，我的生命改变。所以过去56年，我是传道人，我太太都是传道人。那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是蒙受救恩的，我不是世界完美的人，但我一个罪恶被赦免得到救赎的人。今天神要什么礼物？可能你会奉献钱给教会，我们很多谢你，神祝福你。但是神要什么礼物？叫你的生命，叫你奉献生命给主。所以我们想为一些的朋友祈祷。如果你是未曾肯定重生的，是得救的，我希望你会来到前面，我们想为你祈祷，祝福你，好不好？我们想祝福你，希望你可以真正得救。要譬如今天不幸一个大地震发生，这座楼林我们全部死了，你会在哪里？我知道我在哪里，我在天国里面的，我天国里面，因为我现在有永生，我有神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经过了好几十个圣诞节，每个圣诞节都要传福音的，我都在圣诞节见到人信在主耶稣。所以我想要信主耶稣、接受耶稣的朋友，可不可以到前面来为你们祈祷？如果你带一个朋友来呢，是需要主耶稣，你可以请他来为他祈祷。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我们很欢迎你要认识到主耶稣，我们想祝福你，为你祈祷。或者你有什么需要，或者你有什么软弱的，耶稣会祝福你。后面都有几个的我们的朋友。今天圣诞节最好接受最好的礼物，是耶稣赐给你的永生，赐给你的福气，赐给你的是健康的。真的耶稣会给你刚才听见证啊，多谢主。还有呢，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可以来即为你祈祷祝福你？不要怕，我们不是叫你入教，没人会入教，我们没有入教的手续，我们想祝福你，靠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教主，所以你得到最好的礼物，就是永恒的生命的，永远永远会是同神在神的国里面。多谢这位的小姐，好祝福你，好欢迎你。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我们想祝福你啊？或者有你基督徒觉得你是最近远离神，你想今天回到神的面前。刚才我说的经文，这个教主不单止要赦免你的罪，他要叫你脱离罪恶，他说为自己的百姓
要从罪恶里边被救出嚟。如果有人远离神，不冷不热，你要恢复同神嘅关系，恢复爱神嘅生命，你都去到前边嚟啊！你都可以嚟祈祷啊！感谢赞美主，我哋都想祝福你嗰啲嘅不冷不热嘅远离神，最好嘅重新奉献你自己。这个耶稣有个礼物，真的，我想如果今天这里有几十人，好像今天几十人是将生命奉献给耶稣，他非常之喜悦的，有没有？我们都想为你祷告啊，是为这些人，我们一起举手，我们的双手可以先为他们祝福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多谢你，多谢你，你祝福他们啊，耶稣，你祝福他们啊，圣灵与他们同在，哦，主神，你帮助他们认识你的意志，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得到永生的盼望，得到主的祝福，得到永恒的生命，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哦，在这个圣诞节得到最好的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感谢赞美主，主耶稣，你祝福请教，主一切荣耀归给神，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到去多谢耶稣的恩典，多谢祂呢，真的来到将祂的生命给我们，叫我们能够为祂去活，哈利路亚。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如此感恩，都因你丰盛恩典。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多谢我们的主耶稣，耶稣，感谢耶稣，只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我们一起举起手，多谢主，感谢耶稣，耶稣，是耶稣，只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再来一次感谢，感谢耶稣，是耶稣，只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我赞美你，我赞美你直到永远，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多谢我们的主，祝福大家圣诞快乐，一会都会有报监的时间，大家可以一起做。